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平安归于你。我们很开心今天能够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同心的来赞美这位的真神上帝。今天是神所定下的圣日，他要我们一起回到他的面前来纪念他的创造之恩，也能把一切的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给他。让我们一起听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吁，跟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肯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感谢神，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每一次参加崇拜之后，我们心里的力量都可以刚强起来。让我们此时此刻一起站立，我们一起以诗歌来赞美我们这位全能的真神上帝。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我主，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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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赞美我主。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我主，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主，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主。让我们来庆贺，无比的爱，我们来庆贺，神儿子因爱我们舍了生命。让我们来欢呼，主赐喜乐无人能相比，我们欢然向你献祭，高声欢呼赞美。让我们来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大君王。让我们来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大君王。
当我们继续站立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献上赞美的祷告。天父上帝，我赞美你，你是信实的神，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永恒不变。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永远坚守你向我们所立的约，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应许都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啊，我们要赞美你，你是圣洁的神，你厌恶邪恶，你喜爱善良，在你只有光明没有黑暗。我们感谢你，天天借着你的圣灵主耶稣的宝血，你的话来洁净我们，使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使我们能承受你一切的丰富，来荣耀及见证你。天父啊，我们要赞美你，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要感谢你，你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每一个人，唯得你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使我们转向你，免得你发怒时地大震动，谁能担当得起呢？你是有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你有丰盛的慈爱与恩典，我们今天早晨能来到你的面前，都基于是神你所赋予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的救赎恩典，感谢神，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你愿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凭信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非尽每次，让我敬拜非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愿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凭信得救。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非尽每次，让我敬拜非心双翅，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
以圣洁为装饰，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是的，天父上帝，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不要形式化的来去敬拜你，去与神来亲近，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晓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这一位的真神，甚至我们可以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吁。感谢神，你的救赎，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我们继续站立的时候，让我们以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们同声宣告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如同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至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至三十一节。财主和拉撒路。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是上帝的话语。主内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把这一段听到的时光再次仰望于神。天父，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以致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活出
神你的样式，我们要围着耶稣所传讲的比喻，我们向神来感谢，因为借着比喻我们可以更加明白耶稣他对他要教导的事项。我们愿意把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一段时光再一次仰望，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有人说，人如果死了，如什么啊？如灯灭，是吗？没有尝过死亡滋味的人，对死亡的一种的猜测和一种的诠释，死后有感觉吗？死后的环境又是什么呢？在主耶稣他所传讲的比喻当中，有一个的比喻，他讲述了生前和死后的课题，而这一个的比喻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让我们一起翻开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的来探讨，来学习生前和死后的课题。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那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比喻，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学习。那如果你看这一段比喻，这一段的比喻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两个人主角，财主和拉撒路。财主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但是如果你透过经文当中的记载，尤其第19节，我盼望你现在已经翻开了圣经哈，16章第19节，他怎么描述呢？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你可以看得到这一个的财主其实是非常的富有，每天吃的是宴席，那穿对人类来讲是一种级别的一种的象征，所以当时他穿的是紫色的袍，而且是用细麻布而做的，所以这个财主非常的有钱。那另外一个主角，我们说他是乞丐。如果你看20节到21节，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的乞丐，他名字叫拉撒路，他非常的贫穷。他吃的是什么呢？他吃的是财主桌下所掉下的这一些的所谓这一些剩下来的食物哈。那浑身呢，身餐他有病，他也没有钱去看病，所以只能让狗来添他的这一个的伤口。那透过饮食和医疗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得出拉撒路他非常的贫穷。紧接下来经文就记载了他们两个都死了，财主死后是在阴间受痛苦，而拉撒路死后却被天使带到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那我可以这么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反差。但是还没有继续之前，我要大家非常注意的一点哈，注意圣经它告诉我们什么，注意圣经它告诉我们，全乞丐拉撒路并非因为他穷苦而死了，他可以到亚伯拉罕的怀中。那财主也并非因为他非常富有而死后落在阴间的受苦当中。重点不在于贫穷与富有，神所看重的是在乎什么啊？神所看重的是在乎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否愿意成为他的儿女。有钱人并不因其财富而陷入在痛苦的阴间当中，你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哈。穷苦的人也并非因为穷苦而可以安详在神的怀抱当中。当然这个的比喻是讲他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头啊，所以不论富有或者是穷人
啊，只要对上帝话语他做出正面的 反应或者回应的话，那这才是重点哈。那另外一个重点，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你必须的听先知的教导，必须对圣经上帝的话做出回应，以致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以致死后的环境可以改变哈。所以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死亡不代表结束。你一定要明白，死亡不代表结束。你必须在今生为死后去做出一个的选择。所以财主或者贫穷的拉撒路，虽然他们在世上有很大的偏差有见识是同样平等，是公平的，是什么呢？死亡。贫穷或者富有都有一天都要面对死亡，而财主死了，拉撒路也死了，因此每一个人他都要面对这公平的结果。不论你今天信还是不相信耶稣，肉体的死亡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的结束。为什么呢？在世上是一个的结束，我们都会面对死亡，因为这是我们犯罪的结果。如果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啊，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你都非常清楚这一段话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哈，这是我们违背了神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的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啊。当然这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孔子常常这么说嘛，未知生焉知死哈，就是死后的世界是不可知的。那换句话说，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更要努力定睛把眼光放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但是圣经他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子哈，圣经他的教导是什么呢？死后的事情永远是没有结束的，你明白吗？在世上会结束，但是死后我们仍然有一个的生命必须要延续。换句话说，死后不是一了百了，死后人要前往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一段的比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当中所讲的比喻，其实就是给我们看到死后的另外一个的环境，死后的另外的一个感觉。那你可以看到财主死后就被带到阴间受痛苦啊，而且来拉撒路呢，拉撒路虽然在世上很痛苦，但是他死后因他信神，所以他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两者出现非常极大的反差。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说，死亡不代表结束，所以你今天必须要为这死后做出选择。所以你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抓紧时间，你要赶快抓紧时间，信主耶稣得盼望，信主耶稣得盼望。拉撒路这一个人哈，他的名字其实他的意思代表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哈。那这种的帮助并不透过环境的状况来体现啊。亚伯拉罕拉撒路哈，拉撒路当他面对恶劣的环境的时候，依然能够刚强，以刚强的生命，依然有刚强的生命，依然能够在上帝里面存宝贵的信心，没有丝毫的埋怨。所以在贫穷时刻他依然坚定的去跟从主，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个是拉撒路他跟随神的一种的心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死亡是一种的结束，那变得毫无意义哈。许多人都以为说死了是一了百了，其实死亡并不是结束哈。
他是肉身的结束，但是在永恒，在死后却不是结束哈。因此我们在今生，我们要选择那美好的盼望，好像拉撒路一样，他选择去跟随，坚定的跟随神，即便他在世上有苦难，他在世上并不是过得很好，我们要选择那美好的盼望。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你还记得我们前几个星期我们所讲的耶稣所讲的比喻吗？十个童女的比喻啊，讲述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来。所以无论贫穷或者富有，我们有一天按着圣经，我们都要面对什么？都要面对审判。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预备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全有的盼望。甚至基督徒常常把死去的人看为是什么？是睡觉。为什么呢？对基督徒而言，生命存着深深的一种的盼望，是永远不会结束。所以在主里有很多人可以坦然无惧地去面对这世界离世的那一刻，所以他勇敢地去面对。为什么？因为他只把他在世上所要面对的死亡看为是睡觉。为什么呢？一觉醒来，他又会经过另外一扇的门，进到另外一个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啊，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圣经的伟人和有信心的信徒，即便为真理面对到要殉道的时候啊，他们还是坦然的面对哈。我就想起当初IS 这个回教极端的组织，他把一群埃及的这些的基督徒带到海边，要将他们的头砍下的时候，这一些的基督徒却露出非常平静、非常安稳的心。我觉得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平静的心，是因为他们感受到永恒的美好，所以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坦然，可以非常的无所惧怕。所以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的见证。我们今天可能不会面对如此的试炼，但是却可以透过这肢体的见证，我们可以感受到神他与我们同在的美好，神所赋予我们那永恒的家，那美好的家，使我们可以享受在上帝的安稳和安慰当中。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去信靠这一位的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这永远活泼的盼望。第二，你要赶快抓紧时间。为什么呢？我们说悔改只限于今生哈，你要明白这一句话哈，抓紧时间，一个人悔改信耶稣只限于今生。世人常常全有一种非常极端，不相信永生，不相信审判啊，甚至在基督徒当中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的想法。圣经启示什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就是你肉体的死亡，死后且有什么？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经文对财主和拉撒路死后的这个境况做出一个的描述哈，而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什么？人在自己的生命气息停止之后，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所处的境况。我再讲一次哈，人在自己的生命气息停止之后，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所处的境况。圣经告诉我们，当财主和拉撒路同样离开这世界后，一个在阴间，一个在乐园，
在阴间受痛苦，在乐园得安慰，得平安。所以两者都不能够互相来往，你去我这边或者你去我那边，中间有深渊隔绝，所以这形成一个非常深刻明确的一种的概念，死亡不是结束，死亡还有一个环境你必须要去面对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一张图表哈。这个的图表显示什么呢？人死了，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义人，义人就是遵循上帝旨意的人。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恶人。恶人我们就是说不信靠主耶稣基督，不遵循上帝旨意的人。那这两类的人他去的地方都不一样。那第一类的义人，他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说他要去乐园，或者是亚伯拉罕的怀中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天堂，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基督的同在。这个是美好的一个地方。那不听上帝，你不接受耶稣，不愿意悔，不愿意在今生悔改，你死后你要去的地方，我们把它看为是阴间。阴间就是不信靠主耶稣，不遵循他旨意的人，所以死后要留在那里受痛苦哈。那紧接下来呢，有一天无论是义人或者是恶人都要面对审判。审判之后，义人要前往新天新地，就是永远跟神同在一起的一个的国度。那恶人呢，恶人他的情况就是要面对地狱跟火湖，永远与神隔绝的这个的痛苦啊。所以我亲爱弟兄姐妹，在阴间里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灵魂，有一天要复活，将要被定罪。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当中，之后呢要被扔入永远受痛苦的火湖或者地狱当中。启示录描述说这个的火湖是永远不灭的，除了被火烧你会有疼痛的感觉，你还会被虫子咬。我不久前跟一个姐妹谈信仰的时候，谈到最后的时候，她跟我说上帝有他的主权嘛，我也没有干坏事也不犯罪。那这个是以人个人的角度 来诠释罪恶哈。如果他真的要判我下地狱，那我就认命吧。我就 坦白的告诉他哈，可能你还不知道地狱那永远的痛苦，被火焚烧，被虫子咬。今天你要做的一个选择是什么？抓紧机会，悔改只限于今生。透过耶稣他所讲的这一个比喻，悔改只能够在你活着，你原有生命气息还存留的时候。悔改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一个选择，而只能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能够做出这一个的选择。所以你必须要非常看清楚这一个这比喻的主题。财主他悔之已经太晚了，太慢了。所以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爱，但是上帝爱人的时候，他真的不愿一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为了使我们免受阴间之苦，之后要转入这地狱的痛苦哈。所以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复活，成全了救赎的大功。所以凡信他的都可以得救，免受阴间之苦。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哈！因为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回转到他面前的时候，你接受耶稣基督，就愿意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恶，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有限，你需要有这个的神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以至以后你能享受跟与神永远同在的那美好哈。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的强盗，一个强盗就讽刺耶稣，另外一个就抓紧机会他悔改哈，对耶稣说什么，耶稣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了。耶稣基督给予永生的应许，可以与耶稣同在乐园里面，这是遵行神旨意，这是悔改的人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今天仅仅只是了解一点点圣经的话，你了解一点点真理，不要觉得不够，趁早抓住机会。此时此刻你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就要让圣灵做那别人做不到的事，使你的心可以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永生悔改只能够在今生做选择。我常常在跟人家谈起福音的时候，常常会说哈，哎呀，今生很忙啊，等我以后退了休啊，有时间了再说吧。圣经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时候死没有办法决定和知道，所以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遇到车祸，会有地震的发生，会面对战争，会面对疫情，病毒的攻击感染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不会知道身体当中的细胞什么时候会反叛，自己的心脏什么时候会罢工等等等等。要永远把今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那么你的生活就永远可以讨上帝喜悦。你要知道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哈，能够在最重要的今天，每一个最重要的今天，我们都要做出最美好的选择，因为悔改只能够在你活着的时候做出选择。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信主得盼望，我们要抓紧时间悔改只限于今生。你接受耶稣基督了吗？这个的比喻，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也是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人归信耶稣基督是因什么？是因上帝他的话。你可以跟我讲一次吗？我们要知道，人归信耶稣基督是因什么？因上帝的话语。跟我讲后面那几个字哈，因上帝的话语。为什么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呢？那如果你看这个如果你看圣经耶稣所讲的比喻第27节开始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27跟28节。你看这两节的经文说什么？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带我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为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我这痛苦的地方。你看这是财主他所讲的话哈，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发觉啊，财主其实这时候哈变成一个怎样子的人呢？变成一个很爱传福音的人哈，我可以这么说吗？你看他叫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到他五个未信主的弟兄去将福音传给他们，他非常爱他的五个弟兄，希望他们不要来到他这个阴间的地方受痛苦啊。当初他不信主，当然也不传福音啊，
但是在阴间里面他却成为一个非常爱传福音的人哦。所以财主渴望他的弟兄可以悔改，但是紧接下来我要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亚伯拉罕说什么。第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之后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一个有一个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你有看到财主其实他的渴望是什么吗？他的渴望是可以借着神迹让他的弟兄悔改哈，就是盼望他们看到拉撒路死了之后又悔改，又复活了，一个的神迹让他的弟兄来悔改。但是亚伯拉罕却提出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圣经啊，如果你今天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明，若你不听从神的话啊，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话，他也是不听从哈。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一个的时代哈，保罗早早在一千多年前了，已经讲述这时代或者他那个时代的人对福音、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啊。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他说什么？末世时代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因而不听正道，而且偏向荒谬的言语，随从自己的情欲。旧约先知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从上帝他的话。所以早在旧约时期或者在初期教会保罗那一个时代，就已经说明今天其实我们都不喜欢听上帝的话。所以即便有神迹，其实也不可能帮助人家悔改。如果不听神的话，神迹再怎么多也不能够帮助，这是一个事实哈。如果你看，你还记得耶稣曾经让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之后复活吗？他的名字也同样叫拉撒路哈。我前几个星期讲的一篇道哈，四月份的时候，就是玛利亚跟马大的弟弟拉撒路哈。拉撒路他死了四天，耶稣让他复活之后，如果你再看那个经文的话，你可以看到啊，犹太祭司长啊商议要将他杀了啊，不会因为拉撒路他复活这样子的一个大神迹，他们信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基督徒我们当然不否认有神迹奇事，我不否认，但是啊，如果我们只紧紧抓住神迹奇事，没有在上帝的话语上下功夫，那你要小心。因为耶稣他在新约时期他行神迹的时候是为了见证他是谁，基督是谁，是信道的伴随者。耶稣不会因行神迹叫人信他，不会，他只会把神迹奇事成为一个伴随着真道的一个的工具，让人家最终是因着信上帝的话而信神。所以亚伯拉罕否定了财主的神学。在这世界上要真的永远做预备，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必须留意哈，如果信耶稣基督只是单单停留在神迹奇事，我们渴望病可以得医治，
我们渴望可以经历工作事业赚取大钱，得到上帝莫大祝福的神迹，这就让我们陷入在成功神学当中，就是健康与财富的福音，而这将成为一个的破口，就是我们把种子撒在磐石上。信主的目的只是单单为今生的平安、健康、福乐、财富，同时啊得到永生啊，但是从来没有计算过跟随主的代价，没做过心理准备为主经历任何愿意经历任何的考验。所以一旦为道遭了患难，为道受逼迫，为道而生活不顺的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的离开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归信耶稣是因上帝的话语，不是任何的神迹奇事。所以天国的比喻今天就是给我们做出一个的警告。这一个的警告是什么呢？听到之后，你听了纯正的道，你要立刻做出回应。你要如何回应神的挑战？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宣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耶稣，是要要求所有的人对他所讲的信息做出一个的回应，就是上帝的话做出一个的回应。若有人今天我们只是为了今生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生活而回应神，而不是因着上帝的道而回应神的话，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信从他不是用神迹奇事，而是甘心情愿归服在他的话语之下。所以我亲爱的朋友，愿你能够通过这一个的比喻明白说真理的重要性，你要听到而信到，要赶紧抓住这一个的时间，你要悔改，因为只限于今生，你要紧抓时间，信靠耶稣基督的永远永恒的盼望。愿上帝施恩赐福给你，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创造宇宙的主，创造一切养育一切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立德家，也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位好牧者袁文顺牧师和师母，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赞美你。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见到，但是在灵里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是在一起的。主啊，求你引领我们这些信靠你的儿女，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让我们不至于灰心，不至于丧胆，让我们更亲近你，更敬畏你，更等候你，更信靠你。我相信你必显出你的荣耀来，在我们身上，在全地显出你的荣耀来。主啊，让那些流落街头的灵魂渴慕甚找不到你的，你开他们心灵的眼睛，让他们找到你，让他们看到我们就等于看到了你，让更多的灵魂找到立的家。主允许我们会得人如得鱼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有热情有智慧，勇敢下网打鱼，领任归主，成为主的门徒，完成主的大使命。谢谢主。为了国家和国家领袖祷告。主啊，求你兴起更多政治敬畏神的领袖和政治敬畏神的国家领导人，有政治和神心意的政策，止息纷争，止息暴力，使神托付给他们的百姓能够平安度日。主啊，让你的教会兴起，让我们先屈膝在你面前。接着祷告，我们在这里赶出一切魔鬼的作为。主啊，让你爱的光辉充满全地，让你得胜的名让仇敌失败，让你的教会蒙恩蒙福。祝福你的教会，祝福英国，祝福全地，
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内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同来默念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以借此我们来纪念耶稣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的大恩典哈。那让我们一起同来行平安礼，请大家来回应，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弟兄姐妹，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让我们同站立，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还有荧幕后面的人或者新朋友，我们跟他行平安礼哈，我们同声说平安归于你哈，我们一起来，一二三，平安归于你，平安归于我大家请坐。感谢神，让我们在每一主日我们都可以彼此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所讲的第一句话，平安归于你，彼此的来鼓励，彼此的来问安，彼此的来激励我们身边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寻求那个真正的平安。那有几项的报告，我们一起的来聆听我们感谢神，上一个星期三晚上的普通话祷告会，我们这几个月，就是自从三月尾开始哈，我们在线上的祷告会。这么久以来我们第一次突破20人哈，我们感谢神，我们星期三有24人来参加祷告会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祷告会欢迎你来参加，让我们真的可以借着祷告过着警醒祷告的生活。因为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哈，若不祷告，我们不小心就会入了迷惑。所以欢迎你来参加我们下一次的祷告会。那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在这期间我们也可以参与奉献。那如果你要奉献的话，请你可以按这几方面的方式来进行这奉献。第一，你可以转账，或者你可以开支票又或者说等到我们实体崇拜的时候，你可以把这几个月来的奉献一次性的献上给神。那第三呢，那有如我上个星期所讲哈，我们政府已经开放已经允许说教堂可以开放以进行敬拜。那我们这次会将在来临的星期六，我们会来做商讨及做出最美好的安排。所以请大家一同围着我们这次会来临星期六的祷告及会议来向神仰望让我们能够从中我们能够有智慧的来去处理每一样的事项哈。那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不能够领受圣餐，但是我们还可以借着圣餐礼文，借着诗班，让我们一起的去思想，去纪念耶稣基督他这一份的牺牲大爱。而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也带给我们莫大的盼望，因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当中曾经这么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就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邀请诗班为我们献上一首的诗歌，让我们借着这首的诗歌同赞美耶稣他的复活。
clouds veiled the sky the day that Jesus died in agony upon the bitter cross. They took his body down and laid it in a tomb. His friends believed that everything was lost. But when the third day came, the darkness and delight, the Mary heard her name and saw the living Christ.我们感谢神，透过不同年龄、不同的诗班，为我们带领我们哈，一同的来思想耶稣他的复活，而耶稣他的复活对我们有莫大的影响，给我们有很大的盼望，甚至耶稣的复活告诉了我们，他来。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让我们一起同来感谢这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起印，以哥罗西书及哥林多后书当中的一些经文，一同的来起印。我起，大家来印。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想自己的身体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便临到那悖逆之子。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一起同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好不好？我们再来同述说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早上我要用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谦卑寻求上帝他再一次的怜悯跟带领哈。首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立志不犯罪。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蒙了耶稣的救赎，他宝血的洁净，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就是可以活出新造的人。让我们在这旅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向罪，抗为是死的，已死的人没有爱好恨恶，所以求神引导我们的生活是向罪死，向神却当却是看似活的。我们一起围着自己来祷告，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紧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学习像大卫他的祷告。大卫他求神来转变他的思想，转变他的意念，转变他的生活习惯，以致能够合乎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很熟悉如何祷告，你可以按着，这边荧幕所写的词句，你逐字逐字的来把将它读出来，之后就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就可以了。我欢迎大家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监察我们，让我们可以求神来不断更新转变我们的思想意念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合乎上帝所用。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求你亲自在当中来指引、来帮助、来引导我主，使我的生命再一次的回升，让我晓得我的心思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的权利，就是我们自主权哈，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拥有的权利跟这一个的责任，我们要把它移交给神哈。这是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一个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学习，就是让神来认清我们个人的权利。我们觉得事业是属于我们的，学业、我们家庭、我们用钱的方式、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伴侣、我们个人的物品等等哈，要学习把这一些的权利完全的交托给神，移交给神，
这是一种奉献的行动。当你如此做的时候，在世上任何事情若不是按照你的心意而发生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感恩并对神充满信心。让我们一起围着自己，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自主权，我们向神来仰望祷告。主啊，谢谢你在世上赐给我有许许多多的恩典，让我在我的生活当中都不至于缺乏。主啊，我要感谢神，因为你深知我的需要，也让我有拥有的这一切东西。我都知道一切的权利主权都在于神，我今天要转移这个的主权放在上帝的手中，以致我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得力，更加的来带领。我愿意向神来仰望，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神啊，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你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志不犯罪。主要也帮助我们，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时候，你继续来更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愿圣灵来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转变我们的思想，转变我们的意念，转变我们生活的习惯，能合乎上帝你的旨意。也帮助我们在世纪的生活当中，也让我们学习将我们的自主权可以转移给神，奉献给神，以致我们可以活出对神更加有信心的生活。我们感谢神，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愿主耶稣基督他设立圣餐的经文，他所讲的话来提醒我们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举起饼来，他祝谢了，他就掰开分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我们一起说，纪念耶稣。饭后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约的血，是为众人流的，使罪得赦，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宣扬我们信仰的奥秘，我们一起同声说，基督曾经受死，基督现已复活，基督将要再临。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此时再次邀请诗班借着圣餐的邀约，让我们同心借着这一首诗歌，再一次去思想耶稣他这一份的大爱。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以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愿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同唱我们的信心诗歌来不断学习感谢神在生活当中可以更加的来得力。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吩咐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全天，感谢神凄凉秋尽，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吩咐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绝望的为，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让我们凭信心来领受上帝他的施恩与赐福。愿弟兄姐妹都喜乐，要做完全的人，要受安慰，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同心合意，彼此和睦的心。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大家请坐盼望我们下一个星期能够继续预备好自己，同来敬拜。愿你来临的一个星期晓得常常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来亲近神。别忘了我们的祷告运动，每日五分钟为未信者祷告。你今天祷告了吗？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拜拜。